可我们是家人呐，家人不就是应该一起面对困难，相互帮扶的，不是吗？可这16年来，你也没有告诉玲珑真相。我和锦儿都犯过错，希望在你身上不要再犯了。玲珑的秘密。 我跟你说了，你已经把我当成家人了。说实话，经历了这么多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呀是个不错的孩子。所以我也想好了，等这一切过去，我就让玲珑。 认你做哥哥，你们俩就结拜为兄妹。行了，回去吧。啊，兄妹，男人嘛，就算你打下了整个天下，你也希望回到家里有个人在等你。 一推开门啊，有口热乎饭。你们回来啦！快吃饭吧。看我干嘛？坐坐。 看我干嘛？快坐吧。这么大一桌子菜都是你做的？不全是，玲珑说想让元一尝一尝你们这伙的菜。你快尝尝，这可比你们招多饭好吃多了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勤快了？ 先尝尝这个，这是银装做的，辉月岛特色菜炒辣椒。快尝尝，这个就是从辉月岛带来的。嗯，哦，那得尝尝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辣不辣？不辣，你尝尝。我尝一尝。小三，你也尝尝。 我先喝，水，喂，有这么辣吗？水，哎呀，水，哎呀。